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我今天准备跟阿雄带来这些自我，还有做雷克跟这些这种准备去那个少小馆，还有放慢一点。期待今天晚上我们中馆西巷能够有更好的收获啊！好了，现在准备吃饭了。不要大鱼大虾，这个可以吃的。不能吃。吃完了，点个赞。不好吃，都在吃黄的。他还是有脸的。非常感谢你的时光在我们这边，公司有爱人啊，谢谢。我帮阿帆，谢谢你，我代表阿帆，谢谢你。现在又全部卸下了，等到了海雨就可以开始换了。好，现在把东西这个整理一下啊，就开始爆炸换了。可以，好了，又来了，你看看，一条水线鱼，等，哎呦，踩到我脚了，你接了吗？哎，现在开始换了啊！尽量不说。你放那个后面，你挂一位啊，我挂一位。好的，那你从这边开始。那你在哪？我在哪？从这边挂。我知道，你先拉住。好的。是不是能快一点？再拉住。这个我还不懂。对，帮他，是没事，才行。阿成送来的。难得离我们这里蛮近的。好了，放掉。对，不行，现在这个口没办法，阿凡，我得联系阿凡啊。对，我不在意他们说的，但是我还是想把他们说的话念出来，不然我会感觉好那个，心里会感觉不知道，这个我还不清楚。干了，你等到了吗？对，我的任务是帮阿凡拉票，然后组组字幕，就这样子。拆给了啊！放了，把眼睛放了，不然咋不会呢？放点应该，我晚上没有带音声过来，我这几天一直选择把音声带过来。拉过来，我三个。第二宽还是第三宽？现在？第三宽了。我们家已经全部放完了啊，慢一点已经全部放完了，现在准备来在这附近照一下小馆，等会过来再说慢一点，期待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好的收获。小馆直接又来了，我来弄直接了，有东西吗？现在在开韭菜，注意安全，感谢 AR 师关收尾的，等事实的关心。来，现在可以做了哦，给他做过来。过来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不是。不要担心。现在已经送完水了，一轮就拉了那些四楼。把四楼烤了，已经在烤了。都是四楼，去了。今天可能会打空军的。现在已经上岸了。今天。带了很多工具下来，烧玉的灯，还有那个电瓶什么都带了很多下来，还带了那些鳗鱼钓，然后花了几百块钱的一瓦的钱。今天没想到那个一条鳗鱼和一条小馆都没钓到，而且那个还丢了一笼多的那个鳗鱼钓，今天真的亏大，但是也算很正常。这个不可能说天天都有的。而且以前还有更多的这样的视频都没存出来，那不如现在就准备回家吧。今天只能这样，先回家再说。好了，那咱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